来，这样子一顿啊！公开侮辱我，侮辱让欺负年轻人，瞧不起我，啊，来侮辱我当众。来来，开上门。还行，还行，现在没有。罗团一会儿补那个位置就行了啊，这就出去了吧？我心灵受到了创伤，我太被气了啊！老师，你要进个门，对，我会 Q 的，我会 Q 的。好，来。还让他们羞辱我，演不了了，演不了了。好，来实拍。拍。丁老师你好，我叫松阳，今年16岁，你别笑。笑什么？你别不笑，瞧不起我，羞辱我，羞辱一个19岁的我，你好意思吗？我喝口水。来说说。已经决定了吧？好，真决定了。哎呦我！王老师，你有老毛病，犯腰病了。哎呀，还拿椅子来。这一巴掌是打还是不打呀？啊，打还是不打？这是戏里的。不是戏里，他一打闪腰吗？他那是打不打？他假打，不假打，不真打。不真打，你要想真打也行，对，有要求。王美女，对，起码你可以开一瓶花嘛。对，不要。上来。还想真打呀？只要你有要求，可以加上。嗯，他有自己要求，真打。来吧，老师们，好，来吧，跟默默换杯子啊，你先上，好嘞，好 ，OK， 来，都走开，在门口这儿。好，来，松阳，回头啊！啊，你来接待他们呀，看你的位置。把你的假发全都摘掉。这个位置啊。我干什么？我锻炼身体啊。提高保持一个范围，我不想故意伤害到别人。你不要过来！锻炼身体了，你干嘛？左手拿一下。这样吗？哎，放个镜头。走了。好，换头换。看你的表情。好，校长，换个镜头就来了。好。好，换角度。哎 ，OK 了。收到，来换台老板了。好，开始。来，看给你们位置喽。再见了，我的儿子。谁知道他能当着检查组，他说出什么来了呢？巡回检查。导演，咱这严组长不是这个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！哎呦，来位置行不行？我们要找事儿。没人了，就
更不是炮仗。这不是，也没有这炮。哎，把钉房子给拽出去，多大的事儿，把空腾就打，然后脚还得把桌子给踢得嗡起来，桌子一个慢镜头。这可以。哎，你这身板就是我观察你，真的，你是已经自然这样了。你看你走过来，你看你这坐的身板可以养成习惯了。这什么味儿？太羞了，我这散发的，我哥，不是你那说下雨大，太丢了。我说这是这么热吗？不是这么热，我这皮衣裳都冒出来了。那您里边那皮得什么样？没那么热乎，但是它就是烟，挺贵。管用吗？真管用，真管用。飞一下的板能管3-4天，你那颈椎就特别飞上，一勒。行，给你弄一个吗？林鑫，我我们干导演。那就默默你就那我就直接站着都接了。对对，默默就走了。那一看他接电话，好，那我就是我先下去了，你必须下去了。那你自己晚上好好看一看。啊，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。先两苦用心，用心良苦，听见没有？吃饭的时候打扮得漂亮。啊哭掉粉了，哭掉粉了，哭掉粉了，怎么了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！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气场强大、笑声宏大、花派甜心、京汉话剧团扛把子江夜女王。你看你来笑场了，你来笑场了。你看，照不着。好，今天长那么好看。二叔换了啊。激动！又欺负人，那他欺负人，江夜可不忍了。这会儿，我后来啊，倒是也做检讨，就是说我当初对你，我也没。他就是你，爱你，情感归属。我情商也不那么低，别往这儿引我，这我都害怕。我试一试一下啊，来。来来来，别起步，再往后。哎呀！姐，矮了，你能不能说话啊，哥哥？太不好看了，就是一大屁股。一大屁股。多大好啊！有点性感啊，要么就有这么难受。给你穿两个，给你穿两个，我哪里带的？我哪里带的？吓一跳！有事啊？来来来，握手。
要不这你说。我跟他说。啊。好啊。看看你这个三十年的老朋友是怎么弄这东西忙，说出真情实话的。最喜欢韩老师的人。是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话接了。是我。